年终奖了，然后我用我今年一年的年终奖给自己淘了一个大玩具，对对对。好久没开这种还带离合的车了，别看它现在里面有点破啊，我跟你说还有座椅加热呢。就我们为什么要淘这辆车啊，冬天的时候我们租了一整个湖面，然后这个湖面结冰以后呢，我们想自己在湖面上推一条牛北的赛道出来，所以就需要一个这样的手动挡，然后来练车。哇，这手刹到时候一拉一个漂移，哇，绝了。所以现在呢去找那个冤种老板，让他帮我把这个膜撕下来，然后把这个车收拾收拾。嗨，邱老板，好久不见呀。又有什么？他怎么看见我好像一副不是很开心的样子？这回开这辆车来绝对不是想讹你。今天呢咱把这膜撕了，我原厂车漆不能给我粘下来吧？有可能掉。掉一块儿你就给我贴一新膜，不掉咱就不贴，不掉的话我就用原厂车漆，我贴个拉花。行。这膜这都多久了呀？得有两年了。啊？不好撕吧？啊。漆得掉吧？就撕膜是一件好爽的事情。你来。你来，你来，你来。老板启动了这个人车诱惑，你看一下这个姿势啊。就这么就撕完了，我就不相信我挑不出一点掉渣的地方，简直是焕然一新。后面这是什么鬼？恭喜我的车呢又将会有一个新膜了，谢谢冤种老板。